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这样多狗狗在那边的吗？因为我喜欢男生。所以你想要求以后更加多的狗狗啊？你觉得有什么你会更高兴？妈妈给我弟兄就下雪了，他们弄出来下雪了。妈妈我给我弟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诞节啊。因为很多圣诞树嘛。Yeah.
环游世界。哦，交通工具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小朋友能知道吗？巴士，我喜欢搭巴士。飞机 ，OK， 你不要跟我讲过山车啊，过山车是不能在马路走的啊 ，OK。好 ，OK， 我们欢迎我们的二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首歌，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跳起来，环游世界。姐姐看到这么，她做手工一直摇屁股的，然后
谢粉姐姐讲怎么这样子的，然后呜呜，我就讲妹妹很坏蛋啦。谢粉姐姐讲像蜡笔小新，我就问谢粉姐姐讲像蜡笔小新，你也是有看过蜡笔小新咩？谢粉姐姐讲是，可是觉得妹很坏蛋。谢粉因为谢粉姐姐看到她帮她做那些手工，她妹妹不会，她就一看谢粉姐姐看到她扭屁股吗？小鱼，为什么连你也这样呢？你看，小小，我们需要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哦。上厕所还有玩耍过后需要洗手。什么？你想念小鱼姐姐啊？先洗手。啊？拜拜。